开窗的师傅，你们的工具好用吗？我这儿有款性价比高的气墙机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别看它体积小，但动力强劲，一机多用，横切、竖切都没问题。切割钢筋混凝土、红砖、砌块，各种石材效果都很赞。看切割面光滑平整，想要的师傅下方评论吧。